耶，小姐，你咋都买这耳环？蝴蝶结也时髦很。耶呀，你看这耳环金光闪闪的，真好看。哎、呀，搁这在户县大师准备四五百呢。耶，还四五百？呸！我看老子是地摊货，偏丢人。耶，俺家耳环就是好。耶，俺意思这世界也不晓得我耶，黄金亮亮的哦，还是蕾丝的，也这咋都买的？我提的，这还是跑杭州去逛去的。俺我学不要不要，俺我人学是做纯手工，俺个老汉学是买买买，买回来看，也就看咋办了啊？这是做纯手工，他们弄这是山道的，干身当戒指先砸钩子。姐说的好，说的对。呀，俺能听了姐说的心里话。那肯定的嘛，咱俩挣上这大屁眼，肯定知道你心里话。姐，你刚说的事情多好多好，你就有俩偏上，你看我俩可不偏上。嗯，哎，这俩更不爱叫车偏上了，你咋了？你俩咋不偏上了？跟死人一样的哟。谁没骗？是你俩听不见闷声。俺都骗坏了，这闷声听不见就是。那咱做嘛？给咱仔细骗啥？姐，那你再先骗。我昨晚我有些事，我先回来。哎呀，爷，我弄钱没把弄的腰不舒服，我爱回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俩不在那叫车骗啥了，骗坏两句，我走了。我是丢人呀！以后再不要跟俩打交道。跟我做，你给我做饭。垃圾，人家都被你说的，看没人行的。我其实心里啥都知道，我都不念穿。你看，垃的还叫俺俩偏穿。